奢华的度假酒店，顶级的会展中心，一流的娱乐节目和无与伦比的户外活动体验，吸引着无数来自全球各地的游客们来拉斯维加斯商务旅行或享受各式休闲活动。作为拉斯维加斯和美国西南地区的门户，我们提供一系列顶级机场配套设施，务求为旅客带来最亲切的体验。贵为全美唯一共有基础设施的民用机场，我们为各航空公司和旅客提供无可媲美的灵活和便捷。美国海关与边检服务台位于机场的三号航站楼，透过崭新的建筑设计，我们致力为旅客缩短步行距离，并营造友好的氛围。航站楼内更设有各种购物与餐饮等配套服务，供旅客选择。拉斯维加斯的旅客可以在这里感受到全美最独特便捷的国际到达体验，标志性的画作、多彩的艺术品和亲切友善的视频，标志着我们来自各地的贵宾来到这个世界娱乐之都拉斯维加斯。美国海关设有28个边检通道，包括几个机组人员和亚太经贸合作组织成员的专用柜台。乘客更可以通过简易的全球入境系统和自助护照识别服务，更快捷地办理通关手续。宽敞的国际抵达大厅让行李更快地传送到旅客手中，我们的服务大使将根据旅客的需要提供多种语言的服务与协助。 Welcome to Las Vegas. 对于持联程机票需要转机的乘客，可以在距离海关仅几步之遥的服务台进行二次行李安检与托运。麦凯伦机场采用 RFID 行李标签与射频识别技术，为所有的行李自动分类，并直接到达下一个承运的航空公司。自行转机的乘客可以前往2楼的出发大厅办理转机手续，或者搭乘接驳巴士前往1号航站楼办理位于当区的航班。无需托运的乘客可使用自助系统自行办理登机，具体的资讯请登入 mccarran.com。安检口设有高端客舱和机组及工作人员的专属通道，我们还备有别具一格的安检指南，温馨提示旅客们为安检做好准备。Good morning, boarding pass and ID. Morning. Thank you very much. I hope you had a great time in Las Vegas. Well, good morning. Let me help you with that. Oh, thank you. Sure. Thank you for visiting Las Vegas. Come on in. Thank you for visiting Las Vegas.到达候机区的旅客可以在这宽敞舒适的大厅里找到各式各样的餐饮和购物商店，包括占地929平方米的免税商店。候机的乘客可以使用我们免费提供的无线互联网服务，并前往我们站内多个充电站为各种电子设备进行充电，或者稍一预步到航空公司休息室稍作休息。每个登机口都设有自助登机柜台，乘客可以扫描手中的登机牌，或直接利用电子设备自行办理登机。
套航站楼的分层设计，将到达和出发的交通进行分流，方便以拉斯维加斯为目的地的旅客快捷地进出机场。完成边检后，可徒步前往地面交通中心，旅客可以搭乘各种交通工具，包括出租车、豪华轿车、公交车、穿梭巴士、私家车或者是网约车，让您在几分钟后将世界闻名的拉斯维加斯大道尽收眼底。欢迎来到拉斯维加斯。